阮就要报仇，叫专门伫咧骗查某人的民风来诱拐翠珍。翠珍虽然叫冤枉叫英杰，不过英杰感觉对不起阮祖啊，逐工啉甲醉茫茫，互翠珍袂选安尼酒外挂咧。翠珍无爱阁忍受落去啊，就偷偷接受了民风。阮就看时机到啊，都暗示翠珍应该选择民风。别人拄着这种代志，拢是劝和无劝离的。是安怎？我一直感觉你希望我甲我的翁婿离缘。地下，是安怎这么心病啊？是，是你，你无死。无可能，阿姊是我甲应家亲手搭落永禄湖内底。我亲目睭看到阿姊淹死的，毒意思哪有可能是伊？是我想伤济啊！夫人，我自头到尾拢无叫你甲恁翁离的，我只是一个算命的，敢会当算出你的命数？要哪有可能算出你醒过来要哪做决定？那安尼，我应该按哪做？夫人，做决定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无可能讲出我的看法，以免去影响到你的决定。英杰啊，你那人家遐尼醉，我扶你入去休困啊。哦，你真是真大胆！我唔是叫你卖食，啥？你阿妈哦，我要来困啊！啊，英杰啊！哎呀，哪会安尼啦？水灯啦，紧爬起来，有安怎无？妈，有安怎啦？哦，安尼就好。哎呦，哎呦，英杰啊，哎呦，你阵搁较讨厌水灯啊，嘛唔通安个车较跋跋倒。哎呦，你这是安怎翘翘啦？阿妈，我开灯通，已经好啊哩，我拍照看。阿妈啊，有你有啊？哎，朱医师啊，朱医师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我要去找听说话的查甫人。英杰，你哪袂这么戆啊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家己离开你家己？对，我就找一个，我很醉啊，对。英杰，水来啊！英杰。一笑，我你也别再。你别咬我！你别咬我！你是班长，班长。我不是班长。朱医师啊，朱医师啊，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妈，对我是不安静吗？不安静。应该，阿你是在讲啥？我那天拢无咧。阿妈，我。阿妈，迄卢医师要去倒位才会当找到伊？啊，伊不管所在，都伫迄个庙边啊。
婉娇。哎，英杰，英杰啊！奇怪，一人呢？不是讲好要伫遮等我？翠婷，你唔免惊啦，这唔是蛇啦。啊！你这讨厌的，你敢甲我创治，我唔爱参治啊啦！这是我送你第四样品类啦。你是谁叫你送我这的物件？到底是要创啥？翠婷，我送这的物件给你，就是我想要娶你做某啊。你嫁我好不好，翠婷？总算上场。丁大哥在对待我。翠婷，我知影我今仔送某你的产品嘞，甲你拜堂了后，这样对你做。啊，不过我实在伤介意你啊。讨厌啦！嘿，翠婷，我阁有做侪话要甲你讲的，你敢会当甲我等？婉娇，是不是你？你伫内底对无？婉娇是会走去倒？迄毋是翠婷？迄个查甫人是谁？你该去倒？这个黄连杰，竟然会出来到这，果然满足是如意赛的代志。参谋，我得紧来找满足，以免你出代志。对啦，奈无看翠婷甲迄个查甫人，是走去倒位去？班长，你是班长对吧？你无事，安尼怎样？班长，我不是班长，班长你卖走，班长你卖走。你妈呢？我袂够你离开我，你莫走，慢走，慢走。你敢哎呀，你妈你莫走，我袂够你离开我，慢走。喂喂，要创啥？干杯！不准你欺负阮查某囝。你莫管，你明明就是慢走。你现在不去教小林，慢走。喂，人都跟你讲，不是啊，要紧离开这个所在。小弟我叫人摕拍到你肠啊肠手，你莫管，对你无客气哦。走好了。你明明就是满足，你是安怎唔肯加小林？你是因为怪我，甲翠婷将你等咧拥入屋内底，所以你唔肯原谅我，是不是？满足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不应该把翠婷诱拐。就马上动心，我心肝遐尼凶，无顾咱家仔阿公母的情分，竟然将你赶出去养家，我操！我真正知影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
不是，我不是甘满强，甘满强已经死啊！今麦徛在你面头前，是另外一个人。真实的，我袂当甲你相认。满强，你妈呢？满强，我直接杀我不掉！满强，你怎啊？怎啊？我看你卡早已经做真多对不住满强的代志，无怪满强无要甲你相认。你哦，卡早死心的，紧离开这所在。那照你安尼讲，迄个人真正是我的某，是我的满强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满强，等下。拄只满强讲的无唔对，已经唔是你较早熟识迄个人。我看你落去忏悔，但是你若真是要找满强，我劝你啊，上好要有心理的准备。现在满强袂当个应该受人呢，这件代志伊确实受不得已的苦衷。我哪有可能摕这种南边红花汤在饮啊？这个囡仔是我的性命呢！你俩这个你也来讲，都当手上我的红菜，你把人家做小奶奶是无？你是看谁那这么浓毒？明明就是你讲白贼，谁在讲我无脑嘴丁？哎呀，暗时是会吵声啊！你讲是要害老天？嘴丁，你把连连书摕出来！天哥，天哥，谁呀？阿姊，是你逼我一定要安尼做的。小石头啊，我来在这。你是谁啊？江班长，你已经暴露自己隐私啊！今嘛只是一个孤魂，我是守护这黑的森林。我真正死啊！这个世间，敢讲讲得到天理啊？我来真正是安尼死啊！现在英杰跟翠丁两个人已经很欢喜，我的卡还在放炮庆祝嘞！我不敢啊！你满身的怨气，一直到你死啊，同款无散。这个怨气会让你无法度安心投胎转世，更加会破坏阮屋内底的物件。也不过，我知影你的状况了后，感觉你真可怜。安尼啊。我愿意跟伊斗三工，予你有报仇的机会。卡叔，我若有活的机会，我绝对会放伊来耍。我要伊，甲我承受同款的痛苦。卡叔，你若想要报仇，就要付出同款的代价。当你报仇了的时阵，你的魂魄就会无去，甚至是魂飞魄散。当然啦，嘛无法度去投胎。是，卡主你若唔报仇，你就要将所有仇恨拢放下，将这些冤冤怨怨放予袂记，心情平静去阴曹地府等待投胎转世的机会。江班长，今嘛你是选择报仇还是唔报仇？就算讲我魂飞魄散，我也要选报仇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就用湖内底的土甲水草做你的身躯，让你起死回生。也不过江班长，你要注意，因为你的身躯是土做的，一旦沐着水，你的身躯就马上会闭起，所以你千万唔通沐着水。我即摆其实唔是一个人啊。家家是一个当喘气的土翁仔尔，我到底是要用什么面跟因家相天啊？满强，满强，你的代志，恁家爸拢已甲我讲过。满强，我对不起，我真正对不起，
我不愿你离开我，英杰，为着要坐你甲崔丁报仇，要甲恁斗一口气。不过今日即马有姜新参会，我原谅你啊。 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阿哥，虽然你已经忏悔了，最近到这嘛，我无感觉家己做唔对，我绝对无可能会原谅你。现在上重要的是，我是要安怎做，你才会当活倒转来？是不是要用我的命来换，你才会当活过来？你莫讲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 你都给阿邦我飞机，好啊，过你家己的日子。我不，阿舅，阿舅，阿舅，英杰啊！哎呦，阿妈都知影你伫遮，我唔才早来才找你，啊，你叫阮舅啊，是唔是你喊面啊？哈？ 就像迄个时吧，那样子，我很久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英杰啊，你在这吊地的。 几年前，阮舅啊对恁黄家都无留恋，放你做走，为什么你即马搁伫咧想伊啊？不是阿妈伫咧偏心，其实翠婷啊才是你的某。翠婷啊每天陪伴在你的身躯边，恁阁讲恁两个孤孤单单要做翁阿某，为什么你即马煞伫咧革命前互伊看？ 阿妈实在心想袂晓，当初恁硬要做伙时阵，阁约束讲，假使若袂当做伙，你约来养女儿顺情，为什么即摆咱变甲敢若冤仇人共款啊？我甲翠婷是三人幼手，一世人无可能的做伙，嘛无资格过幸福的日子。 英杰，你就是咧讲啥？我若听拢无啊！我就是我甲翠婷，只只甲等落去养女儿内底。我一定唔敢讲，我唔知伊伫何伊食死死。姚平，英杰啊，这个话你哪样讲？刚才边仔无人来，伊若无人叫唔听到。 那就是你，真是害死阮舅啊！你知无？那是会当一命赔一命，我就毋免活到遮尔痛苦。你还阁少年，讲啥物事要我？阿妈甲你讲，我唯一的愿望，都是想要抱一个囝仔孙。假使你甲翠婷若无生一个囝仔孙，我抱。 阿妈死嘛嘛唔要紧，阿妈已经几岁啊，过活是偌久，可是我若无一个囝仔孙阿婆，我过去来试试，我来试试要代志都拢唔知，大我都白做，你来我过来试。阿妈，探讨一时的困惑，换来几家伙的落败，英杰的忏悔敢会赴，翠婷会有什么款的报应呢？ 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美人心计》。 1979年，根据小说《养女湖》所拍的电影《树人》，故事中用爸母逼已经爱人的养女嫁予爸姐的兄，收转去的胎了后，养女跳湖自尽。不过，根据学者的研究，故事发生的地点燕巢千秋寮根本就无湖。
用你所住的厝地头前乌真细，人根本都无可能跳会落。阿爷厝的遮有一个门口埕头前，就是有一个小块滚水帽啊。哦，伊若讲伊所是个用你跳的滚水帽，滚水帽啊，用你哦是这个啊，啊这较有可能。后来在学者的锻炼之下，才找到大家所认定故事当中的永禄湖。大家拢把永禄湖讲是这个，认定是这个大滚水帽。由此看来，那永禄湖的故事是编造的，恐惊连永禄跳的那片湖也对袂白。